阿爾杯分組賽，南華目前就係3戰全勝嘅，餘下嘅兩場分組賽，咁假如都贏埋嘅話，咁就可以以小組首名出線參加16強嘅賽事啦。 最快一場咧就係下禮拜三，南華就會喺旺角場主場迎戰馬來西亞彭亨。之前作客就贏1-0啦，希望可以繼續贏波。咁之前咧，我哋就訪問過佢哋嘅主將啦，咁羅廣威同埋陳兆君嘅，聽聽啊。今屆南華喺亞協杯表現突出，除咗一班主力陳偉豪、陳少琪以及外援麥比連、艾華同摩拉有功勞之外，陣中兩位小將亦顯示出舉足輕重嘅作用，其中一個就係羅廣威。 可能即係由細到大，我俾咗目標自己，即係除非唔踢，一係踢就踢得照好啲咯，即係唔好半途而廢做啲嘢。優點可能速度方面啦，速度快啦，同埋大隻。缺點我覺得始終決定性嗰下仲係要有少少要練下咯，即係外國人同我哋即係呢班。 個關係幾好嘅，華人方面咪縱容洽啲咯。咁始終佢哋即係大嗰班就場內又會教你點樣踢啊，可能場外又教你做人咁樣咯。南華陣中咁多位隊友，港威同邊個最 friend 呢？菲力同阿軒咯，熟啲。始終以前由細踢到大啦，又踢咗8-9年咁樣，跟住而家嚟到呢度又重遇翻，咁我覺得。 佢種感覺係好特別嘅。佢自創嘅慶祝入波方式都好特別，兩隻手分別做出英文字 L 同 O。自己姓羅啦，咁我想有個特別啲嘅慶祝方法。世界各地球星都有自己嘅慶祝方法，咁希望可以有一個自己嘅標誌咁咯。足球係我終身事業，我希望可以啦，即係當然踢到梗係繼續踢啦。 我由細到大都咁諗嘅，最除咗踢波之外，就做消防員。點解啊？我覺得因為可以幫到人咯，咁同埋消防員嗰種吸引力啊，吸引到我。除咗羅廣威，同樣22歲嘅陳少君係南華另一位冒起嘅新星。佢曾經去過巴西嘅金美奧學法10個月。嗰陣14歲，係啊，咁金美奧嘅日子其實好。 好簡單嘅，我覺得我喺個球場入面住，咁都有人睇住我，都有一班叫做青年軍嘅人喺度啦。咁大家有個照應咯，即係精彩嘅嘢就係我好中意喺嗰度主場睇波咯，因為主場睇波氣氛係比我諗世界各地我去過嘅地方睇波係更加精彩，好瘋狂嘅，好瘋狂到係90分鐘係跳舞嗌唔停嘅，唔會有一刻係。 覺得悶嘅，佢哋係咯，佢哋嗰邊係講葡萄牙話嘅，咁我一句葡萄牙話都唔識嘅，但係其實嗰個地方因為佢哋嘅英文水平真係好低，所以我逼自己去即係睇電視啊，睇本地嘅劇集啊，咁樣樣，然之後慢慢學就學到好流利嘅葡萄牙話咯。為咗夢想，咩困難都克服到，皆因有兩位忠實 fans 做父母都俾我一個好無限嘅支持喺度，我想踢波，佢知道我有呢個天分，咁佢就俾我去巴西，好支持我，唔會擔心我話我讀書唔得，唔踢得好或者踢得唔好，佢都會俾意見我啊。我喺香港隊即係做咗排亞運入咗2球波，佢都會戥我10幾本上有個幾好嘅溝通喺度，得閒嘢都一定會入場睇我踢波嘅。喺菲律賓嘅世界，唔知係足球，得閒嗰陣佢中意坐定定睇下戲，因為我冇時間讀書啊。 即係咁，我覺得用睇戲取替讀書係一個好嘅事。點解佢學嘢即係睇戲？我想知喎，我都想學。因為我唔知，我睇戲我諗我唔係好同其他人，我唔係好中意睇嗰啲特別科幻啊，特別多 action 嘅戲，我中意睇啲特別悶嗰啲戲啊，即係攞文化嗰啲攞獎啊嗰啲，但係好悶嗰啲戲咧，我真係中意慢慢去。 去品嚐嗰套戲咯，踢波係因為我真係我6-7年前已經係一個計劃嚟噶嘛，咁如果我不嬲唔係中意踢波嘅話，我可能已經係有可能喺第二個行業度做其他嘢咯。其實可能我而家仲係22歲啦，咁我可能即係只不過第一步咯，我而家覺得我個足球生涯，咁我個目標短期內我會希望真係喺。
幫南華會攞到多啲更多嘅錦標啦。咁阿協，我哋希望今年真係可以踢出一個好成績，係可以俾香港人睇到我哋係香港足球係真係仲有希望喺度嘅。咁香港隊我踢中場啦，希望可以喺中場嗰度係真係可以整到一個 good show 俾大家睇咯。嚟緊有機會啦！亞協杯分組賽三戰全勝嘅南華，星期三喺旺角場再戰彭亨。到時睇下兩位小將同一班少林寺隊友點樣炮製另一個 good show 啦～